住咗大約五分鐘到啊。但你上次已經在中環和你家之後都被警方調查過，今次再被警方調查，點睇？完咗噶啦，完咗噶啦。你自己即係著校服，你唔擔心即係受到即係？冇辦法啦，冇辦法。而家真係都係要先完成嘅嗰個活動，都係冇辦法，都係要先完成。你係咪上次中環之後第二次被警方調查？第三次。再第一次係？在銅鑼灣，第三次銅鑼灣時代廣場，咩情況？但你自己都應該未成年啦，你唔擔心被捕？擔心冇，點解？冇得聽嘅呢啲嘢。即係你越要切，我就覺得真係要更加要出嚟咯。我覺得真係你唔可以，因為你截停或者拉你，你又驚。我覺得真係。上次中環之後咧，佢咪話抄低咗你學校同屋企人資料咧？有冇嘗試去聯絡過你屋企人或者學校咧？冇嘅。